独特美食蒙古烤肉，创始人究竟是谁呢？帮户外植物浇水的时候，要避免在哪一个时间浇水？中午。正确。台湾蒙古烤肉的创始人是谁？吴兆南。正确。吴师傅。大酱厨师。他本来是把那个烤肉啊，就是其实是北京在烤，北京把那个宽宽铁条里面放炭火，然后烧。那那时候他取个北京烤肉没有意思，然后直接啊，就叫蒙古烤肉吧，他定了这个名字。